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们，大家早安。我们这几堂课跟大家都在交流以师智为己智。我们学儒学道学佛学儒学孔子学道学老子学佛效法释迦牟尼佛，这个愿呢要发出来所谓学贵立志就是以圣贤为目标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形成一个态度面对一切境缘都要想呢假如是三教的圣人会怎么想会怎么说会怎么做以他们为标准取法乎上以圣人为标准最起码呢这一辈子可以契入贤人的境界圣与贤呢可循志因为我们处世待人呢惯性很强没有时时提起这个态度一下子又回到自己本来的习惯上面去了那就随顺习气要提升呢就很困难所以一开始要学老实时时想着圣人会怎么做在孝经当中有一段话这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是古圣先贤古圣先王讲的话呢不讲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不是古圣先王的行持我们绝对不做就好像入个模子了入个圣贤的模子了久而久之所言所行完全跟他们的教诲相应不这么老实去学很容易就夹杂自己的习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比方我们在听师长讲经心已经偏了领受的东西会正吗老人家所讲的道理我们用爱真的心领会会正确吗很有可能每一个领会都是顺着我们自身的执着去领会的了所以修学一开始不可以随便相信自己的意识你说那怎么判断自己的意识对不对呢这个时候要善有为一有一个大家志同道合的团队互相切磋我们的领会有没有解偏呢举个例子我遇到一位团体的领导者他在带领团体学习中华文化呢他说我都跟师父讲的一样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好诸位学长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好我写一下有人没点头就得写我刚好前不久讲到群师制药当中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些古圣先王他们治理天下那一份仁慈跟柔软做了一个比喻比方说
今天你在你的厅堂啊，请了100个人吃饭，啊，有99个人呢，都非常的欢喜，啊，大家很尽兴，啊，其中有一个人呢，躲在角落哭泣，啊，这个时候啊，所有99个人，包含主人呢，都会啊去照顾那一个躲在角落的人。哦，就是大家的心呢，不愿意啊任何一个人难过。啊，这个心是很柔软的哦。啊，我们在跟随师长的过程当中啊，啊，有时候跟师长呢出国啊，到欧洲啊这些行程，会发现呢，啊，比方30个人一起走。啊，老人家很柔软的，啊，每一次呢走一走就问那个新人，啊，某某人有没有跟上啊？啊，某某人在不在啊？无微不至的体恤每一个人呢，啊，哦，包含，我记得有一次在澳洲，啊，刚好我们大陆的贵宾啊要来，时间比较晚。啊，大家都劝呢，啊，市长先去休息了，啊，老人家呢，哎，还是等到10点多啊，啊，等那个贵宾啊来了，啊，尽这一份呢主人的啊这份情谊，啊，把他都安排好了，啊，才去睡，啊，所以那一份热忱，啊，那一份体恤啊，都在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啊展现出来了。哦，哎，我们的心有没有能随时随地啊感受到身边每一个人的心情？啊，能感觉到哦，哇，在他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哪怕你是看着他笑一下，可能他就充电了。但是重点在呢，我们时时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我记得我们天下父母啊，有一集啊，是讲到山西有一个老太太，啊，非常的仁慈，她好像认了100多个儿子吧，100多个孩子，全部都是啊，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的服刑人员。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好像是做小吃店的，刚好啊，几个10-20岁的孩子呢，就在那里徘徊啊。哦，后来才了解到呢，他们都是从监狱出来啊，找不到工作做了。啊，哦，他就煮东西给他们吃啊，结果后来那些孩子很感动啊，就叫他妈了。哦，所以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只有缺乏爱的孩子啊。这些人误入歧途啊，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啊，成为他人生向上的动力。我们都走过成长的岁月，我们看看我们小时候学习比较差的同学，假如老师欣赏他，老师肯定他某些方面呢，您看他的潜力有没有发挥出来？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你们小时候都没有观察到这些现象吗？处处留心皆学问啊，人情练达皆文章啊。我们的心越能体恤啊，这些人情事理，你接触每一个人，你接触每一片光碟啊，你的误触跟人家不一样，你的深度广度啊不断提升。哦，而我们的敏锐感悟能力啊，还是来自于愿心，你心量想着天下，你会觉得所有人提供给你的
讯息道理啊，都可以利益到人。你会对每一个人所讲的话全神贯注去吸收。好，假如诸位学长，你这一段时间有遇到说我听某一个人讲话啊，听不下去，没办法全神贯注啊，请您来找我啊，您把他讲的话讲一遍啊，我再跟你分享啊，他的话如何真正的对你有启示，对一切人有好处。每一个人的话都有相当大的价值。你说他讲的是错的呢，那你要知道他错在哪，你不就可以帮跟他同样思想观念错误的人吗？他不讲出来，你怎么知道有人是偏颇在这个思想观念呢？那他不再供养你，不然是什么？哦，所以我们高下太严重了，分别太严重了，好恶太严重了，每天在一切人事物当中都是起这些态度，反而自己的心情啊起起伏伏啊，一天很多次。哦，所以只要自己是觉悟了，一切人的法都可以为我们所用，然后去利益人。哦，好，那一位老太太啊，他照顾这么多个孩子，我记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男士啊，一进门啊，就给他跪下去了，啊，低着头叫他妈，啊，他说好好好，你先起来吧，先起来吧，结果一站起来啊，年龄比他还大，他说不行啊，一问还比他大的啊，不然勉为其难，你叫我姐就好了。他说不行，一定要叫妈，叫妈感觉不一样。哦，你看那叫妈那种感受很温暖，哦，所以收了一个呢比他还大的儿子。他讲到啊，大家了解啊，我们现在啊学了之后有一个瓶颈啊，处处呢都拿着自己的标准在衡量别人，很危险啊，会把菩萨量成凡夫啊。为什么？着相啊，这个人才刚开始学传统文化，有没有着相？人家刚开始学，可是人家无私无我啊，他本来就无私无我啊，他一生都是这么做的啊。我们看白方礼老先生，他无私无我啊，他有没有念弟子规给你听？有没有？人家内心里面都跟这些经典相应啊。可是我们现在一跟大众接触了，马上先问问他的底细，哎，你有没有学传统文化？你学了多少年呢？都用这些去量呢？你怎么跟人家交心呢？都有高下，都有成见呢，你没有办法去感悟人家的那一份存心可贵在哪里啊。不要说别的，就这一个老太太就好了，这些犯罪出来的人，你敢带他带到身边吗？我们下个念头是什么啊？给我惹麻烦怎么办？你看他的念头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一心一意只想着他们的苦难，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人家是用行为表现出来，我们是用嘴巴讲而已，挂在口上而已啊。哎，这个老太太就分享到了，她说她有时候啊带着一群儿子出去了，可是你只有两只手啊，你能牵几个是吧？啊，你身边也只能站几个，所以边走边走，有时候对那个远远的，啊，望着他笑一下，哎，他说那个人就觉得很安慰了。
哦，所以你看那个心啊，都非常柔软。哦，其实人的心啊，只要把这些分别成见放下，每一个人的状况你都感觉得到，那是我们的本能。只要感觉不到身边人的状况啊，一定是我们自私自利太强了，自我太强了，被自己的情绪给障住了。为什么？真相是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这个是事实真相。什么是一体呢？做一个比喻，这个身体，请问大家，这个身体是一体的，眼睛痛你知不知道？知道。脚趾痛知不知道？啊，一根头发痛知不知道？哦，你看你一根头发拉起来痛不痛？痛啊！你全身哪一个小点不舒服的，你都知道，这叫正常的人，是不是？对呀，所以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啊。谁很痛苦了，我们浑然不知，所以我们不正常了。哦，所以学习传统文化是恢复正常哦。好，讲到这里呢，我想不举几个例子，可能有人就越听这个眉头就皱得越紧了。啊，你比方我们小的时候有个印象，两个小孩啊，啊两三岁玩得很开心啊，一个跑前面，一个跑后面，啊跑啊跑啊，突然第一个啊不小心嘣跌倒了。哇，那个声响非常大，空撞到地上了。结果那个跌下去的人呢，还有点反应不过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后面那个朋友啊，哇，哭起来了。请问大家，他哭什么？他哭什么？痛啊，谁痛？跌下去的人痛啊。他哭干什么？他那个本能还很强，他马上可以体会到对方，然后他就不自觉就流眼泪了。啊，他好痛哦。结果旁边妈妈过来了，哭什么？他跌倒又不是你跌倒，哭什么？哇，你把他的本能就吓回去了。哎，真的呢，现在是不正常的人都把正常的人给吓坏了。那个人现在不会心肠天真了。哦，所以我这个昨天呢听到我们张宏学长分享啊，哦，我非常感动。哦，他30多岁了，保有赤子之心。哦，面对大家说我做的真的很累，骨头很酸。哦，就他很直率，不是学了一大堆东西，好像很会掩饰，很会装。这个越学啊，可能自己都快乐不起来。啊，有什么说什么，一家人啊没有秘密。哦，而且很坦诚。哦，哎，好像觉得呢，感觉到大家，哦，比方儒释道的东西啊，哎，可能接触的比他多，哦，然后呢，他也很谦虚啊，恳请大家以后在这些方面呢，啊，多给他一些协助帮忙，是吧？哎，可能我们边听又在那里作用了，嗯，这个人可能没学佛。你看这些成见呢、啊，都很容易起来啊，一起来你怎么跟人家交心呢、啊？有没有从每一个言语当中感悟到这个人的存心非常的可贵？交不了心啊，都是我们内在的分别执着在作用了。好，我是教过几年书啊。啊、哦，
哎，昨天听到张学长讲的，啊，他到祖国大陆各地去考察，啊，人家办学办得好的，啊，把这一些好的经验呢，啊，汇集起来，在他当地不断的给教育界的人做经验分享。这个没有教育的使命，肯这么做吗？哦，这个是教育界的清流啊！哦，我们听到这里肃然起敬啊！在现在功利的社会，啊，走在教育的路上，能坚持十几年的岁月，这个不容易啊！发心容易，恒心难啊！哦，所以每一个人可贵的地方，我们领悟到没有？我们向他学习到没有？哦，昨天就我们吕海玄啊学长，哦，看到他那种豪情壮志啊，好像又把我年轻了十几岁了。你看他是大学老师哦，一接触到传统文化，当下就放下呢。哦，我做不到啊！我当时候假如是大学老师啊，可能你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哇，这个好好考虑考虑。哦，那种遇到善的东西啊，从善如流，一心一意，这有大顺的精神啊。顺王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啊，这个是在孟子里面提到的，说顺王还没有遇到圣贤教诲以前，他走在这森林里面跟一般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但他的差别关键在哪呢？等到舜王闻到古圣先王的教诲，他只要听到一句，看到一个好的行为，他就像那个江河啊溃堤了，冲过来啊，谁都挡不了他。就他一心啊，就是落实所学到的这个好的教诲，沛然莫之能御啊，谁也阻挡不了他行善的意志。哎，这一段给我们启示很大哦。现在你要去做善事哦，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正常哦，是吧？啊，甚至会告诉你啊，你不要被人家骗了哦，哦。哎，那个地方啊，吃也不用钱，住也不用钱。哦，你小心哦，被人家骗了。哦，或者呢，啊，就会泼你的冷水。啊，啊，冷水是把你的火浇熄，还是让你更清醒？那还是自己决定的。啊，跟那个水没有关系。啊。把你的火熄灭掉了，那个叫激情，那不叫使命。会熄掉的叫激情啊，哦，反而会让我们更清醒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人不认同啊，就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断了好几代了，要再把它复兴起来不容易，所以他让我啊更提起这一份使命感。所以任何一个缘都是让我们更觉得要勇猛精进提升自己，不能再等了啊！学生不等我们了，大众不等我们了啊！我们不把正确的给他们了，他们不进则退了。哦，好，这一次来了很多舜王的后代啊，我们哎，上个礼拜六
有给大家派了个作业，大家有没有到图书馆去查百家姓？有吧？哎，上礼拜六你们在呢，是不？还没查哈？很好，今天去查啊，或者我们班主任安排一下。好，我刚刚深呼吸一点，什么意思呢？不要用自己的分别跟执着去判断事情，是不？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甚至于可能这几天下来还没有安排时间来让大家去查。啊，假如我以自己的标准，马上就开始。气死我了，怎么都没有查，怎么不听？这哒哒哒哒，完了，我今天早上或者这两三天就折磨死自己了。啊，总要时时啊，中恕之道嘛。恕是宽恕嘛，恕是什么？如其心啊，设身处地啊。你怎么设身处地？先了解情况啦，不要先判断啦。人哦，走过几十年岁月啊，累积的这些经验呢，竟拿去做判断，慢慢的就不客观，主观太强。哦，哎，先了解情况了，不容易误会他人啊。而且这个误会杀伤力很强哦。你假如是他尊重的人，你又是他的领导，你一误会他，他可能一阵子都缓不过劲来了。你一理解他，他全身都是动力啊。所以我们这个位置越高啊，影响的越大。所以在《孝经》里面，您看看那诸侯章，他一国之君呢，他得怎么样？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所以没有看经典啊，我们以前很多认知都是错误的，都觉得哦，当皇帝真好，想干啥就干啥，有没有？对啊，那个误导啊，一翻开《史记》，天子无戏言，言则死书之。他一讲话，左死即事，右死即言。全记下来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哦，你去感觉一下。坦白讲啊，没有左使祭祀右使祭言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啦。为什么？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我们一举一动，天地鬼神都有记录啊。哦，这个真相啊，《了凡四训》当中啊，魏忠达的例子完全给我们彰显了。哦，你看他四十来岁而已啊，结果那恶录啊，记载他恶行的装了整个屋子这么多啊，他非常惊讶，我还没四十岁啊，快到而已啊，怎么过恶这么多？啊，这个阎罗王说：“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啊！”啊，所以积功累德在哪里下功夫？起心动念啊，一念善招福，一念邪恶招祸了。而一个人的进退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进退在哪？也在一念之间。尤其啊，一念不正啊，会相续不断啊，啊，有时候会兵败如山倒啊。所以得不怕念起，只怕去，赶紧拉回来才行了。哦，好，哦，所以。就每一次啊，
哦，刚刚讲到我们吕学长，他觉得善的事情勇往直前，没有丝毫考虑自己，值得做的事全心全意去做，包含还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中央领导人李长春先生，向全国所有的媒体，大力的以天下父母，这个栏目，来提供大家效法他们，这样弘扬孝道，弘扬中华文化。好，我们听得很振奋呢，很欢喜啊。重点来了，那全国如火如荼啊，最重要的人才是成败的关键啊。每一个员要发展的越来越好，越能长久，一定要有正知正见的人才。人才要培养啊，谁来培养？孟子说的，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现在全国各地这么多中心啊，都是培养人的好地方啊。可是我们要有能力啊，去承担起来啊。假如有这一颗心了，那我们这40几天学习啊，每一个人事物啊，你都会尽心尽力啊，用恭敬心去学，你不肯放过啊任何一分一秒，因为你有责任，你有使命啊，你全部吸收起来了。就像那个母亲啊，一怀孕了，赶快把教育的书拿起来啊，每天都看啊。他的动力在哪？那一份对孩子的爱。而且昨天李学长也讲到啊，哪怕我只能帮一点忙，我都希望在这个团队里面，这个心啊，很纯真啊，纯洁啊。好，那现在诸位学长，我们还有这个心境吗？哪怕现在每天只让我去扫厕所，我也很高兴。哪怕每天让我只站在门口给人家鞠躬，我也很高兴。这个理是我在讲，事啊，应该我也要做做看，是不？不然道理都讲给别人听哦，讲到最后都好为人师。所以我应该啊，要安排我呢，我们有上课的时候啊，去接待大众，给他鞠躬，欢迎你，你好，哎呀，你的孩子好可爱哦，哎呀，这么小就学圣教，你们家道一定会兴旺。我们很单纯，我们没夹杂那些东西，只要能利益人，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澳洲金钟学院遇到我们台湾。我们台南净宗学会的负责人悟行法师，我就跟他讲，哇，每一个人呢进到学会去啊，他一开始啊接触啊，他还不懂啊，哇，胜于死。假如这个柜台的人呢就开始告诉他，你要先学了凡四训，改造命运，先学哪一本，都给他讲得很清楚。他每一次来，你又能引导他怎么去突破习气。哇，他第一次来，你就全心全意供养他，他对圣教啊非常有好感，有信心。结果我把我的想法呢，告诉了悟行法师。他听完他说：“你到我们净宗学会来做柜台好了。”我说好好，回去这个看姻缘可以了，我一定去。人家悟行法师马上你看，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份心不错啊，他马上懂得欣赏啊，马上懂得重用啊，这是我们的学处啊，是吧？真的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啊。你看在群书之要的故事也讲到啊，这齐桓公
听到一个老者讲了非常好的道理啊，回来啊就给管仲讲，哎呀，刚刚遇到一个老者讲得非常的好啊，善恶啊，遇到善的东西要赶快接受，赶快祈请这个人啊来为人民服务。结果那个管仲说，啊，你又没请他回来，他不给你白讲，这个人这么有贤德告诉你这个道理，你还是没请他回来啊。哎，你看好的道理我们现在一听啊，你又在脑子上还在那转啊，没有马上入心啊，一入心这么有智慧的人，你赶紧把他请回来服务人民啊，当你的智囊团啊。哦，这个管仲啊点的真是及时啊，我们都感觉好像听了好的东西了，哎呀，受益了，其实不然，你真听懂了你马上就去做了。哦，结果齐桓公一听完赶紧派人去把这个老的赶紧找到请回来。哎，齐桓公也不简单，马上能领会了赶紧去做了。哦，好啊，后来啊我刚好呢，我记得是到我们庐江啊山上有一个白云禅寺，这个大雄宝殿呢啊两旁啊有18罗汉，这个罗汉在佛家啊那也是啊开悟的圣者了啊，假如以学位来讲啊，罗汉是大学啊，菩萨是硕士啊，佛是博士啊，啊，学位的名称呢。结果这18罗汉当中有一尊罗汉呢，叫看门罗汉。哦，我一看说，哦，对，那每一个人一进来啊，就先遇到他，他就把最重要的观念告诉对方。哇，所以在接待部服务啊，那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哇，讲到这里了，那我不干这个了，我要去接待不干了。所以这个有时候讲话很不容易啊。啊，我说而无说，你们听而无听，你们就心神领会了，不着在那个相上了。哦，你比方呢，我们在厨房服务。啊，那每一念心呢，我这个是煮给圣贤人吃的，煮给佛菩萨吃的，它是供养诸佛如来供养圣贤人的心啊。哇，那他煮那一顿饭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一切的福分跟功德完全是那一颗心决定的。哎，哦，所以呢，不管在任何一个岗位啊，都能修圆满的功德，这个才叫真正的平等啊。好，啊，刚刚是跟大家谈到啊，这个交心啊，能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啊，这个是恢复的正常。我们沟通这些观念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相，因为你不相信跟众生一体，你的这个疑心就会产生障碍，你障碍不去除你当然不能恢复了，你一相信了你就一直往这个方向，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好，念念为人着想，哎，那个念念为人着想你形成习惯，你的能力就慢慢恢复了。其实我们再敏锐一点呢，你假如感觉到说呢，好像最近都感觉不到身边人的心境了，一定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烦恼比较多，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又能去体恤到身边的人了。
哦。好，刚刚跟大家讲，两个孩子在跑啊，一个跌下去了，一个哭了。这是人跟人啊，你看那天真的孩子啊，连跟动物啊都是这种慈悯心啊。我听一个朋友，他的孙女4岁，有一天爷爷买了一只大鱼，哦，还活着了，尾巴太长，盆子太小，那尾巴露出来的部分呢，他爷爷就拿刀就把它砍掉了，那个血就在 那里流啊。那个小女孩一看马上就哭出来了，她会痛啊，她会痛啊。有人教她说鱼会痛吗？你看没人教就会的东西，那就是本有的天性。我们看那个小孩7、8个月，那个看到母亲那种喜悦，那种依恋，有人教他吗？一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了，哦，那种柔软，那种呵护，无微不至，有人教他吗？没有啊，他看到孩子，他那种天性就流露出来了。哦，所以从这些事例啊，让我们体恤到，人确实啊，跟一切众生呢，啊，是一体的。啊，像《了凡四训》上说，凡有灵知啊，皆我一体啊。啊，《弟子规》说的，凡是人，皆须爱啊，跟我是一体的。你看到每一个人，啊，就啊，这就是我的眼睛，我的哪里？啊，他一不舒服了，啊，你看这个人痛苦了，你就想我眼睛痛了。哦，我身体哪里不舒服呢？我一定全心全意啊，照顾这个地方。哦，你时时想着一体的感受，你的心境啊，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一体很妙，很妙啊！一体了，任何苦难的人，你都能体恤他。你说我能力不够啊，那他会让你更精进更勇猛。没关系，我现在能力不够，由于他我不能啊，见义不为，我要赶紧提升。有这一颗心啊，1个月2个月都有大要进。为什么？你1个月2个月精进不懈啊，你的境界完全提上去了。我们在经典上看呢，人勇猛精进，有的3天7天就有成就了嘞，是吧？你们又没什么反应了。您看那盈科法师啊，那个精进3天呢，就念到阿弥陀佛赶来教诲他了嘞，有没有？你看那个精进，你看《地藏经》里面。那婆罗门女那种勇猛，才勇猛精进1天呢，啊，你就赶得圣贤佛菩萨来教诲他了，他那个境界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是吧？婆罗门是谁啊？婆罗门女是谁啊？他吗？我们边读，那都是别人，不是自己。啊，边读边执着了。啊，比方我们念《地藏经》，地藏地藏，汝之威德不可思议啊！啊，佛陀在摸地藏菩萨的头啊！哎呀，以后众生很苦啊，你要护念他们，不要让他们堕落啊！啊，我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请问大家，释迦牟尼佛在摸谁的头？啊，地藏菩萨。是经典每一句啊，在教育谁的？
自己呀、啊，你就得大利益了。我们师长呢，为什么得那么大利益？他说他跟着三个老师，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他的。哦，老人家又讲，假如跟在他的身边几十年，听他老人家讲呢，心里都想啊，这是讲给某某人听的，不是讲给我听的。那跟几十年也受益不了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经教的心态，句句都是讲自己的，教育自己，不是讲别人的。这个心态太关键了，一不保持，马上傲慢就起来，看人过失就起来，心地就不清净了。所以只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自己了。好，好。所以谁是地藏菩萨？谁是观音菩萨？哦，菩萨表修德啊！我们既然要修行了，所有菩萨的行持就是我们的学处啊。佛是表我们的性德啊，圣人是性德啊，贤人都是我们要效法的。一谈到贤人呢，我们脑海里浮现谁的影像呢？啊，夫子的弟子七十二贤呢、啊，颜回夫子啊。不迁怒，不恶过啊！我们不能看到这一句的啊，那是颜回夫子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的分别执着心不去掉啊，很难弃怒，很难提升，很可能都在增长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啊，我们在台上啊，哎，讲了一句话呢，99个人说对对对对，一个人皱着眉头没听过，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啊，叫人人道好啊，须防一人浊脑。刚刚讲到的，古圣先王，他在一个厅堂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哭泣了，他一定会去关爱照顾这个人。其实这99个人不也都学到他那一份慈悯的心了吗？所以同样的，哎，我们今天面对一群人，其中有一个人，哎，他比较不了解情况，我们都能时时体恤到，所有其他的人不就学到这种好的心境了吗？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注意看你观察呢，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朋友啊，啊，好久没有见了哈，一见到面呢，哎呀，太高兴了，两个人就讲得欢天喜地，然后旁边有一个跟着来的人呢，在旁边一句话也接不上，啊，然后也好像被冷落了，啊，然后我们都感觉不到他的感受，啊，就是两个人。几个人聊得高兴哦，如入无人之境，好像旁边就没有人，好像他就是不存在的。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个现象？有，包含可能你带着你的朋友，结果你去遇到一个老朋友，两个人在那里很高兴讲讲，然后那个人杵在那里不知道要干什么，这个人的情执一起作用哦，就体恤不到别人，你的本能就越来越萎缩掉了。怎么会站在你旁边，你都没有体恤到？所以包含今天啊，你老朋友相见了，可是你老朋友带了个新朋友，你要很柔软体恤到他。啊，我记得有一次啊，也是。老革命啊，不是老战友了哈，啊，一年多没见呐，当时跟着一起在海口啊，筚路蓝缕走过来的，一年多没见呐，那见到是实在是太高兴了。哎，他带了个新朋友来，啊，我跟我打完招呼啊，赶紧寒暄，哦，问候他家里啊，这样，
啊，了解他的情况，啊，问完了，哎，回去啊，第一次见面呢，啊，赶紧啊，因为他又来到我们庐江中心了，啊，准备一些法宝，啊，赶紧啊，当见面礼啊，给他送过去，啊，哎，结果这个新朋友他就说了，啊，他说一开始，啊，我马上啊能够去关怀他，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呢，新朋友他的心里面呢，他也会觉得你们很熟，是吧？所以在心理上呢，他就已经比较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感受，是好像他比较是外人，他已经有这个心上的这种感受了，你假如又不是很关怀到他，他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哦，哎，这个时候呢，你能很快的啊去关心到他，他会感受非常深刻。哎，所以人的心的柔软呢，都要在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去落实。哦，好。我终于要写这八个字了，叫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师长要强调到呢，人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不要相信自己的意识。啊，讲的具体一点呢，人还没有放下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性的时候，随时这些习性会起作用，那就看不准，所以不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可是人又好为人师，还没确定的东西拼命讲拼命讲，都误导别人了。所以现在比较保险的，只要我们一讲话一定是经典的话，这样我们不造孽，不误导别人，人家肯听我们讲是信任我们，你要对得起他的信任，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些分别执着而误导他。所以一个人珍惜人与人的缘分在哪里体现，就在这些细微的地方体现出来。那真负责任呢，啊，而这一个中心的负责人，他讲说呢，我对人的态度啊，都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哎呀，我看他讲话的神情啊，我进一步啊跟他做一个沟通，我说这一句话没有错，但也没有对，对不对啊？不是话决定了，是心态决定了。啊，在理上讲没有错，可是我们的心上，假如拿着这句话当我们的借口，那就用错了。什么借口呢？去者不留啊，人家要离开了啊，去者不留。有没有想到人家为什么离开？有没有思考到他到我们中心来这一段时间，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啊护念他？你要尽心尽力了，才问心无愧啊，随缘啊。你不尽心尽力，不尽本分呢，然后这个缘没有了啊，消失掉了，我们还讲得这么洒脱，去者不留，那这个时候随缘就变成随便了。但这些道理啊，假如我们没有做人的根基啊，句句都用错。来者不拒啊，是大慈大悲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啊，
连魔王来听经，佛陀都是最欢喜的，利益他。所以有教无类啊，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是已经完全珍惜的这个缘分了，尽心尽力了，但不强求，不控制，不占有，去者不留，都是心地上的功夫啊。哦，好，所以我们不能夹杂自己的分别执着啊。假如对于一些经义的领会啊，自己没有确定对不对，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善友啊，可以互相切磋啊。假如还切磋不出来啊，我们可以啊，啊，比方啊，我们可以问师长啊，可以问呢、啊，哎，你们当地呀、啊，德高望重的善知识，这个都可以啊，有方法的啊，自诚感通啊，只要你有心啊，一定都会有善缘出现的。大家相信吗？啊，你们的表情，哎，让我还想讲讲。哦，我曾经啊起了个念头，我说佛菩萨是七度一体的，哦，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所以只要我是自诚心啊，释迦牟尼佛啊就会感应来给我说法了。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假如没有，那你还是不相信这个真相啊，是吧？这是经典上的话，自诚佛就应了，不是佛家是如此啊，儒家亦如是啊。孔子自诚哦，做梦梦到周公来了，给他叫回来，喝汤的时候看到尧帝呢，在墙上看到大禹啊，这些古圣先贤都来到他的生命当中教诲他。哦，信心要到这个程度哦，但这个信心也是跟经典真理相应的哦。好，跟大家分享完心境了。啊，你们可不要今天回去就在那里，释迦牟尼佛来吧，释迦牟尼佛来吧。啊，当然从理上讲，一心一意效法释迦牟尼佛啊，他一切的行持决定以佛的标准，哇，那他当下就跟释迦牟尼佛非常接近了啊，他时时刻刻以孔子的行持为标准啊，那假以时日啊，他就是当代的孔子的化身了、啊。所以在佛门法门亦如是啊，地藏法门不就是时时效法地藏菩萨啊，普贤菩萨的法门你就是时时都是以普贤十愿为你立身处世的标准，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从今天开始，一言一行、起心动念，都以三教圣人为标准，这真学真干呐、啊，不夹杂自己原有的烦恼习气跟言行了。啊，这也是胜于死哦。我们一开始就下这个决心。哦，好。那志向立了，以这样的心态来效法学习、啊、那我们也要看得懂圣贤人的教诲跟他的行持背后的意义在哪里，精神在哪里，
叫目贤当目其心呢、啊。啊，大的来看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三教圣人之心啊，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而在他每一个关键过程，每一个教诲，他的心我们体会到没有？啊、哦，比方。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个不可为我们懂了，体会到了吗？就是他整个道统啊衰败了好长一段时间，要再复兴起来，他有一个过程，可能在他眼前呢、啊、不能看到，可是却终身坚持下去。面对任何逆境啊，愿心没有丝毫的减损，反而越来越强。我们看孔子啊，曾经遇到陈蔡绝粮，七天没有饭吃，但那坚定的愿心没有丝毫的减损。啊、哦，当时候这个子路啊，对孔子讲了，啊。啊，在《论语》里也有提到啊，君子亦有穷乎？我们学习经典呢，当一个君子啊，怎么会遇到这么困顿的时候，七天没饭吃啊？啊，大家有没有七天没饭吃的经验？没有哈、哦，好，那可能上天还不降大任给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哎，你遇到的境界越高哈、哦，代表老天爷瞧得起你，知道你是可造之才，他要先磨练你，然后让你扛大任。那不磨练你，派个任务呢？我们做到一半，我不玩了啦，不玩了，坐在地上哭了，像那小朋友耍赖了。那古圣先贤祖先就一个头两个大啦。他搞一半不搞了，怎么办？怎么给大众交代呢？所以孟子那个话太好了，太有深意了。你真明白了，感谢困难挑战呢、啊。多少天下难干事啊，自古难而当自强了、啊，是吧？啊，切实功夫须从难处做去啊。真正学问都是苦中得来，都是磨练出来的。哎，我们刚刚讲了哦，榜样是孔子，是三教圣人。孔子七天没饭吃，还在那弹琴自在清安。我们都没遇到这么严重的境界了，现在遇到的都是小事儿。因为你以孔子为榜样啊，他这么大的障碍都如如不动了，我们现在这些算什么？是吧？你这么一比啊，就觉得啊，自己啊，大惊小怪，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好、啊，结果子路啊，这么说到了。夫子的回答，你看，每一个行持啊，通达人情世理。当这个学生他出现了疑惑了，只要帮他提起正念就对了。而且这个提起正念呢、啊，要因材施教。哦，要子路比较豪情啊，孔子就告诉他。孜然生于森林，这个孜然生在森林里面呢、啊，虽然没有人看到它，不以无人而不芳啊。虽然没人看到它，它还是一样芬芳啊。君子啊，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啊。一个君子修道啊，行大道，
绝对不会因为啊遇到任何种种境界而退上了他的气节。哇，你看这个雄心壮志的话一出来，子路马上啊念头就转过来了。哦，对，老师这个，对，我们要有气节，不能被境界转。哎，他的念头一转了，没事了，接着再把道理告诉他。啊，为善无尽明，为恶无尽行。啊，一个人行善，他不是马上就得善果，但是他这个善因啊，已经种下去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哦，为恶无尽行，他现在虽然作恶，可是他的恶果也不是马上现的。哦，啊，凡事都有因缘果啊，啊，那个时间因缘到了，他自然就会现的。哦，又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了。好，哦，接着子贡说了，啊，哦，说老师啊，你这个标准这么高啊。这么多国家都不能接受啊，哎，你能不能把标准降低一点？啊，作为学长，标准能不能降低一点？哎，这个话是重点哦。哎，我们弘扬文化不能降低标准哦，是自己不能降低哦。对待大众啊，要恒顺众生哦，自己不能降低哦。你一降低哈，你本来要度众生，就被众生给度走了，真的。哦，好，自己不能降低。好，文化的标准不能降低。再来，我们当学生的态度标准能不能降低？不能降低哦。那代代承传道统的圣贤人，他当学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弘扬，我们要当老师，首先要是一个好学生呢，这是重点啊。我们都还没当好学生，都被人家叫老师了，这是很危险的状况啊！啊，所以现在最危险的人呢，我是排在很前面，很前面，应该是第一名是我了。最危险的人，哦，所以孔子啊，教诲学生呢，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面对一切人事物，你一接触，能不能马上判断这个事的根本在哪？这个人的根本在哪？哦，比方你看到一个人才，你看到根本是什么？家教，甚至于再讲生下去，胎教。哎，你一接触事物，你就把根本找到。你比方一谈教育，什么是根本？身教。哦，哎，你时时啊提得起根本是什么？你时时保持在觉悟的状态，看事情会看得很清楚，而且不会被人家的言论呢，啊，模糊了根本，模糊了焦点。大家有没有经验？听三四个人讲话，听到最后自己头都乱了，也不知道，都只要讲话的时候听到，觉得抓不到重点了，乱了。就是讲话的人都在枝末上，甚至于讲着讲着呢，都在是非上，最后大家都被搅得乱七八糟了。每一个人一讲话，最后都是回到本上，哇，大家都是正念分明。哎，在团体里面啊，讲什么话都一定回归到本上面来，开会就是开法会啊！开会每个人都增长智慧啊！
为什么？都把问题的根本找到了。所以开会开会，越开越有智慧。可是你假如在枝末当中呢，都挑这些事情，然后在那里啊，他不对，他错，那开到最后就越来越误会了，最后就变成批斗大会了。所以这个你不时时找这个粉哦，全部都在枝末啊打转了，原地打转的现象太多了。好，所以什么标准不能降低啊？这个乘船道统的师道不能降低啊，当学生的态度不能降低啊。这个今天我们降低一点呢，下一代再降低一点呢，面目全非啊。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啊，不论一生而论天下，要有这种见地才行啊。不然别人都看着我们，我们一做可能头戴错了自己都不知道了。所以这故事背后的深意啊，我们领会到了，真的要用在我们整个学习跟弘扬上。好，结果孔子听了子路这么一问呢，孔子没有马上回答啊，看着颜回，颜回啊，你说呢？你觉得呢？故事讲到这里啊，大家感受到什么？我们以后啊，能不能当颜回？是吧？比方师长在教诲我们，刚好有一个这个学长问了个问题，然后老人家看着你，你说呢？有时候一台好戏呀，配合得很好。为什么？有一些话，孔子来讲呢，怕学生觉得好像在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呢是师兄弟讲出来了，自己就会觉得哎呀，人家师兄弟学得这么认真啊，学得这么好啊，我很惭愧啊。所以戏啊不可能一个人演啊，那团体这样配合啊，都用真心来供养啊。所以夫子这个人情世理啊很圆融啊，这个时候一谈标准呢，可能学生觉得都是要求我们了。回啊，你说说。颜夫子讲了，今天我们把道统啊完全的实践弘扬开来，所有的国家不能接受啊，那是他们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就随缘了。今天我们没把正统的传出来，那是我们对不起所有的人民了。你降低标准，你对不起大众了啊！你都全心全意去做了，去弘扬了，那心安理得就好了啊！所以这标准不能降下去就完了。所以孝道标准就是24孝，历代都是如此啊，不能降啊。结果颜回讲完啊，孔子说了啊，颜回啊，你以后假如当了官呢 我给你做家臣，我到你们家打工。大家感受到没有？那夫子啊，跟颜回的师生之间那种心心相印啊！你可不要听到这里，怎么行？不合体统啊！怎么叫夫子去当他的家臣呢？
你又听到相声的东西了，是吧？这样没有伦理的吧？那不是重点，你怎么跑到哪去了？重点在哪？那一份心心相依的情谊啊，再来啊，夫子啊，谦卑啊，夫子没有以私自居啊，夫子时时看到对方他学生最可贵的地方，让他佩服的地方，他也效法他们。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啊，你跟颜回啊相比较怎么样？子路说，我怎么敢跟颜回比，颜回闻一以知十啊，我闻一以知二啊。大家看下一句是什么？圣人是至诚的心啊，他没有一句话是客套话。弗如也啊，孔子讲啊，我跟你都不如他。夫子讲的，所以圣人他那一颗心时时见每一个人好，效法每一个人的好，真的给我们表演只有一个学生啊，一切人都是老师。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夫子讲这句话，那是他的气度的境界啊，那不是理论啊。所以这个后来啊，这个灾难解掉了啊，子路啊去拿了一些米回来啊，后来楚国派军队啊化解了。在车上啊，这子贡就讲了，哎呀，这七天啊真难熬啊，真大的苦难啊，希望以后啊不要再遇到这样的苦难啊。孔子说啊，我跟你的体会不一样，我觉得啊，这是我们所有人啊，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机缘，最大的造化。我相信呢，这弟子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次啊，他形成了百折不挠的毅力。所以凡圣啊，就在那一颗心不一样。一般的人觉得好苦啊，他觉得是上天在成就他。好，那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啊，慕贤当慕其心啊，体会夫子这些圣贤人的存心啊，进而呢，我们君子务本。好，我们要弘扬文化呢，首先我们要当一个好学生。所以夫子是怎么当学生的？师长老人家他是怎么当学生的？这是我们的学处啊，所以内行人看门道啊。我们太容易着相了，不知不觉就着。我们一看到师长在哪里看到？台上啊。所以学什么？学师父讲经的神情啊，那个手怎么摆啊，这个哇，讲话跟眼神都很像，真学像了吗？之所以能成为名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啊，君子务本啊。结果我们现在一学就想学，哇，师长讲经那种风范啊，走到哪里一挥手，万人空巷，好崇拜哟。那跟崇拜刘德华有什么不一样？我对刘德华没什么看法，因为他知名度比较高，很自然的举这个例子了。好，是啊，你看我们一着相啊，根本是什么搞不清楚。
其实啊，假如是着相学啊，所有学习的动力变什么？名闻利呀、啊。其实因地不争啊，这个心学偏了、啊，怎么学都起不进去的。学什么？念念为众生啊，要为众生得要有智慧，有德能。怎么有智慧？好学近乎智啊。怎么好学？用什么态度来学？好，我们明天呢，再从夫子这些圣贤呢，还有师长的行持，再来跟大家交流。好，谢谢大家。